大家好，今天推荐分享 D.R. Horton 的新盘，在北拉斯维加斯。听好了，在北拉斯维加斯，经典户型1865尺，4房，2.5浴，便宜呀、啊！包装修升级42万1990，刚开盘啊。用它的 lender 有 incentives closing cost， 具体的话你要找我，因为会变的。一楼客餐厨开放室有一个半位。这个 location 呢，在北拉斯维加斯的区号89081，离 Nellis Air Force 很近，据说15到20分钟，然后15分钟左右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退伍军人的医院，所以这一带军人挺多的。北拉斯维加斯现在也都很好，很不错的。这个 location 呢，你要是去赌场大道，就走93号，转到15号，是在赌场大道正北方向的位置吧，挺方便的，20分钟多一点到赌场大道的中心。这里房价还是偏低的，全城房价哪里最低？还得是北拉斯维加斯。不要以为北拉斯维加斯就不好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建设，人家市政府是做了很多努力的，很多企业进驻，比如说亚马逊的仓库啊，这些。这个楼盘可以走路去沃尔玛的，沃尔玛广场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生活店铺，出门口不远就是大马路，大马路上是各种商业的店铺，什么诊所、医院了、银行了、邮局啊、饭店。离那个很有名的 Saddle Creek 开车也就是2-3分钟，那高尔夫球场啊。楼上呢是有一个主卧、3个客卧加一个 loft， 它的1865尺是有一个 loft 的。这是 D.R. Horton 的经典户型，不管哪个楼盘基本都有这个户型，所以说应该是最受欢迎、最实用的吧。预算有限，或者是首购族啊，可以考虑这边，你比南边还是要便宜几万块的嘛。HOA 这里是54块，没有大门的，总共是140户。我拍盘这天呢，是只对经纪人开放的，但是我看附近来看房的居民也不少，有人我看当场就下单了，应该也是走很快的。喜欢吗？喜欢请跟我联系702-635-0787，明天推荐下一套小一点的户型。